RenderForest.com。太伴娘载歌载舞，不知不觉入夜毛。眼尖的越南网友发现视频中的其中一名伴娘，不知不觉把腋毛给露了出来。在面子书上，一名泰国网民于周一上传了一段伴娘团载歌载舞的视频。视频中，站在皮卡 Pick Up 上的泰国伴娘团，在音乐响起时载歌载舞，样子娇媚热情，舞蹈动作也很可爱。许多网民都在下方留言表示，这群伴娘团非常有喜感，并且感到十分滑稽。然而，有名眼尖的越南网友竟然在帖子下方的回复中指出，视频的第17秒，站在皮卡上的伴娘团当中，站在皮卡上最左侧的伴娘可能跳得太忘我，竟没意识到自己穿着的服装是无袖的，竟然不知不觉就把腋毛露出来了。虽然无伤大雅，但是看起来似乎还挺好笑的。视频截至周二为止，获得了3740次的赞，并获得了将近800次的分享。文：小黄编。图：视频：面子书。眼尖的越南网友发现视频中的其中一名伴娘，不知不觉把腋毛给露了出来。在面子书上，一名泰国网民于周一上传了一段伴娘团载歌载舞的视频。视频中，站在皮卡 Pick Up 上的泰国伴娘团，在音乐响起时载歌载舞，样子娇媚热情，舞蹈动作也很可爱。许多网民都在下方留言表示，这群伴娘团非常有喜感，并且感到十分滑稽。然而，有名眼尖的越南网友竟然在帖子下方的回复中指出，视频的第17秒，站在皮卡上的伴娘团当中，站在皮卡上最左侧的伴娘可能跳得太忘我，竟没意识到自己穿着的服装是无袖的，竟然不知不觉就把腋毛露出来了。虽然无伤大雅，但是看起来似乎还挺好笑的。视频截至周二为止，获得了3740次的赞，并获得了将近800次的分享。眼尖的越南网友发现视频中的其中一名伴娘，不知不觉把腋毛给露了出来。在面子书上，一名泰国网民于周一上传了一段伴娘团载歌载舞的视频。视频中，站在皮卡 Pick Up 上的泰国伴娘团，在音乐响起时载歌载舞，样子娇媚热情，舞蹈动作也很可爱。许多网民都在下方留言表示，这群伴娘团非常有喜感，并且感到十分滑稽。然而，有名眼尖的越南网友竟然在帖子下方的回复中指出，视频的第17秒，站在皮卡上的伴娘团当中，站在皮卡上最左侧的伴娘可能跳得太忘我，竟没意识到自己穿着的服装是无袖的，竟然不知不觉就把腋毛露出来了。
虽然无伤大雅，但是看起来似乎还挺好笑的。视频截至周二为止，获得了3740次的赞，并获得了将近800次的分享。眼尖的越南网友发现视频中的其中一名伴娘，不知不觉把腋毛给露了出来。在面子书上，一名泰国网民于周一上传了一段伴娘团在歌仔舞的视频。视频中，站在皮卡 Pick Up 上的泰国伴娘团，在音乐响起时在歌仔舞，样子娇媚热情，舞蹈动作也很可爱。许多网民都在下方留言表示，这群伴娘团非常有喜感，并且感到十分滑稽。然而，有名眼尖的越南网友竟然在帖子下方的回复中指出，视频的第17秒，站在皮卡上的伴娘团当中，站在皮卡上最左侧的伴娘可能跳得太忘我，竟没意识到自己穿住的服装是无袖的，竟然不知不觉就把腋毛露出来了。虽然无伤大雅，但是看起来似乎还挺好笑的。视频截至周二为止，获得了3740次的赞，并获得了将近800次的分享。